妈妈以前有听过慕寒给你唱这首歌吗？这是他第一次送给我的歌。妈妈，你现在能不能想起慕寒特别懂事的一些画面，大概会有哪些？带他去上课回来的比较晚，我在前面开着车，他就在后面给我做按摩，然后问我妈妈，那个您今天太辛苦了。你会看到杨钰莹老师，你会看到林志炫老师，当然还有现场的观众。我看班长庄前也在流眼泪。对，那种感受哈。听他唱歌特别的感动，能够想起来从小带他一路走来好多的点点滴滴。他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，而且心特别的细，在我心目中特别的完美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就会是在哪里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人生是否要珍惜，也许是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天雨下了特别大，那个正好没有带伞，于是妈妈就把自己的大衣披在我身上，就是自己就淋雨。哟，你是哭了吗？没事。